是殷正阳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施孝荣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南方二重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许文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魏魏佳音。2022葫芦墩节庆活动，幸福月夜与您同歌。2022葫芦墩节庆演出活动，幸福月夜与民同歌，将在9月2日星期五下午的4点半，将在9月2号礼拜五的上午4点半，9月2号星期五下午4点半登场哦，在葫芦墩文化中心，葫芦墩文化中心户外的广场有非常精彩的活动，现场不只有演出，还有月光市集、亲子 DIY 闯关游戏，更重要的是有许多精彩的大奖等你抽回家哦！欢迎大家一起来玩，我们在现场等你们哦！希望大家大手牵小手，一起来共享盛举，请一定要来哦！不见不散哦！不见不散。